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中区海钓场，就是昨天有公布说我们今天要来这里赚我们的大咬池嘛。对，然后要注意什么呢？就是也是一样啊，也是拼那个15分钟啦，15分钟钓完之后就回去我们的第二次钓龙胆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各位炸弹板，5月16放下去的鱼是红鱼、安沙跟 OK 啊。这种红鱼呢，安沙它是沙咬的鱼，它咬一咬咬有没有，它就有切一下它就不咬啊， OK 就会比较难钓，所以我们就是钓它今天加放下去的龙胆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对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下来开钓了。今天也是一样来我们中区，也是一样吸盘，找到，这次就不会乱夹，这次就很舒服。来，我开始，叫你做。听嘞，透早不是，哎喽，安琪啊，不好，心情好好。不怪你头都听你讲，这个嘞，我头家家己啊。叫几点钟？叫几点钟？好久啊！哦哦哦，都没事，相中。不。我来接话钓鱼了，你叫谁钓鱼了？天。我这两只两条，我这两只两条了哦。没有啊。哈哈哈。我来，让我，我这边钓鱼了。我这今天钓了五只。对大哥拍谁啊？大哥当口胸嘞。你当个位就平的。大哥拍谁啊？大哥拍谁啊？
大哥，你要去伫倒位？我边头你听面顶啊。大哥，那是今天跳过着新修改。会使坐几条？我边是要负担的，你留下呢度。搁钓几只海椒干吗？这块。喂，不过可以。
这坎啦，足歹难的啊，真的啊，我嘛有听讲啊，今日敢那啥物拢歹啦，哈哈。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很团呢、欸。可以也带小只一点，这可能超过八两了。这只大一点。十斤整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钓完了，全部都钓完了，13个，然后称一称十斤而已，十斤刚好十斤，然后不如预期啦，应该说如我们预期，钓的不太好，因为其实本来就知道刚解封嘛，人多啊，鱼量有限，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啦，海钓场他们可能2个月没做，然后他们不敢砸太多成本下去。连续3次出都十几只而已，不多都十几斤而已。不管去到哪一间啊，每一间都一样，没有说谁比较好谁比较坏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，就是帮我们按赞，然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各位。那我们来走啦，再见。